讲起敦煌音乐，我就想起舞者反弹琵琶的姿势。据说这个高难度的动作是展现古时舞者精湛的舞技，至于是否真的弹到乐曲就无从考究了。这个敦煌那个在这么多屈洞里面差不多有，我想大约主要的大约500个，其中超过一半有一半是有关于音乐的描述。所以其实这一部分是这个壁画是 对这个研究这个敦煌音乐留下了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很形象化的一个演绎。听桂善林以故国大师所讲，就是唯一一个在曾经有四个大古老文化大家互相冲击的地方，就是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的文化。我估计应该好像我们现在香港 有中俄、有中西，大家互相合璧。敦煌音乐其实泛指敦煌文献入面的曲谱、舞谱和敦煌石窟里面的壁画所记载的音乐资料。而今次展出的壁画都是从国家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特别订造的复制本，包括一组立体装置。利用一系列的胶片，希望可以营造到那个壁画里面的动感，尤其是那个飞天的感觉。因为飞天这个这样的动作在敦煌的屈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这些场景就真的很有动感和气氛。不过 Jasa 音乐来讲好像真的要听一下才更加 feel 到壁画里面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是怎样的。那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一首背景音乐呢？这一首《天籁》是一位年轻作曲家演绎自己对敦煌壁画的想象。在西方极乐世界里会有很多不同的细节，譬如会有跳舞的人，会有飞天，拎着乐器，都有些不古自明的元素。我就尝试将这些元素放入音乐里面。咁同埋喺個音樂入面咧，我就好刻意咁樣加入咗一個搖弓翼嘅一個琵琶古譜，就係慢曲子心事字。咁呢個係亦都係我哋對於搖弓嘅一個致敬。其實我哋樂器嘅選材咧，好大嘅部分都係根據翻我哋喺壁畫裏邊見到嘅樂器同埋樂隊嘅組合嘅。咁我哋根據翻一啲經變圖啦，同埋一啲樂舞圖咧，裏邊係見到有好多唔同嘅樂隊組合啦。咁而我哋就揀選咗有八人嘅樂隊，咁而組成我哋天籁敦煌樂團。我哋會彈咗一啲叫做仿古嘅樂器。咁就例如係曲項琵琶咁樣，咁曲項琵琶其實喺依家現代嚟講係好少見嘅，同埋係都好少樂曲會用曲項琵琶去演奏嘅。